送到了。旅行者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，千万别走啊。哎，看来是有重要的事呢。裁缝帮着做了套新礼服，说是异域风格，如何？好看吗？啊，好看啊！是时候了，旅行者，请欣赏今年海灯节的压轴节目——烟花会。穿的什么？很新潮吗？能令见多识广的北斗船长赞叹，这身衣裳也算有面子了。来来来，白大夫，辛苦您今年也来出诊了。您客气了。海灯节，海灯节快乐。